3800位青年人经过训练，借着在这份职事下的训练，我们被成全成为正常活的进攻用之基督身体上的肢体。自2010年起，训练恢复学员赴台湾乡镇开展，并增加海外开展的课程。在2011年两次的开展行动中，分别有73位和82位的学员赴台岛12处的乡镇与城市，以及日本、泰国、港澳和法国等地，扩展主恢复的见证。他们与当地圣徒配搭，挨家挨户叩门，共有1774人受尽得救，超过20处教会得着加强，并建立了9处教会。在彰化二水乡的开展中，我们曾在人潮汹涌的夜市唱诗歌、传福音，川流不息的人却对我们视而不见。但后来，我们开始唱《一切美事》这首诗歌。唱这首诗歌，一切美事。